还是没来。还原周日当天士林区附近停电情形，电扇、冷气、电源通通打不开，里长李明快被惹爆。是在二楼，而且还是铁皮屋，一停电我真的热到爆了。里长说14号那天下午突然停电，包含士林官邸等地方一共536户受影响，经过三小时后才全数复电。松鼠会跳来跳去，造成我停电的几率很高，再度的停电一个小时。同一天，在天母芝山的民众才刚疑惑电灯闪不停，没多久也接力停电，民众受影响跟没完。以士林北投来说，七月以来就有超过5次停电，八月状况也没停歇。刚七月我统计了23天，几乎是平均6天，也就是每周周周都有停跳电的情况发生。最高纪录一天是收到3件。对，而且是都不同区域的。同样是停电消息，也有民众反映，在11号的时候呢，入住中正区的这间饭店，没想到呢，当时一停就是两小时，整间房间都是黑压压的一片。后来调查也是台电线路故障原因。我原本想说，应该因为现在不是有那种什么停电一个小时爱地球之类环保的嘛，我想说应该不是这种吧，就半夜醒来，然后你知道又这个月份。有点害怕。短停长停，各种停电。根据台电统计，近两周以来，双北地区大型停电情形，包含八月四号南港1395户停电，八月六号大同、大安、中正区3703户，还有土城453户，以及内湖4232户等。最后是上述提到的中正和士林区，整体来说共有6件事故，电力设备故障，例如馈线跳脱，以及外物触碰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松鼠触碰等，都是导致停电主因。只是光是双北就周周停电，无奈的同时也让电力问题再度浮上台面。 TVBS 新闻于向张慧贤台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